hide it. Christmas. I remember that I bought 25 kg, right? Yeah. What's up, everybody? Welcome to another daily vlog. My name is Chris. Hello. 然后我们又到了基督城，然后看到了面。我的今天长途跋涉又到达了基督城，坐飞机依然是一个小时，差不多一个小时二十分钟。然后真的是好久没见，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那个生病，然后现在好了挺多了，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咳，然后那个医生给我开的那个抗生素的药我一直在吃，然后我这真是一连病了能有半个多月了。然后看病我不知道跟大家说没说过，我一共去看过三次医生，连续三天看了三次医生。第一天然后去给我开了两个消炎药，然后加一个那个 Panadol 就是止疼片。然后第二天去是因为没点好转，然后咳的好，我是把那个咳的有点肌肉拉伤，就痛，就是一咳就痛，然后呼吸的时候也痛，因为那个肌肉连带着痛。然后因为我不确定是那个肌肉拉伤了，当时不确定是肌肉拉伤了，然后还是那个肺里面有炎症了，所以就挺害怕的。然后就又去第二天马上又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也不确定是肺内有什么问题，还是那个就是纯属肌肉拉伤，所以他就连夜给我开了一个紧急的那个照 X 光的申请，然后就去照了 X 光。当然这个照 X 光是免费的嘛，然后因为之前跟大家说过两年工签是有这边的福利的嘛，然后照那个 X 光是免费的。然后免费照了 X 光之后呢，第二天又去复查，然后大夫说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不是什么肺炎啊什么的，就是支气管感染而已。然后回家继续吃那个消炎药抗生素就 OK 了。然后我这是吃了差不多第四天了，然后感觉好了挺多，然后也不会那么痛了。然后因为肌肉拉伤呼吸都痛，然后那边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布洛芬，对，中文名叫布洛芬。然后那个是有止痛，然后好像有消炎吧。然后因为连续看了三天医生嘛，然后也请了三天的病假。当然这边每年是有五天的病假嘛，然后我之前请了一天，然后上一周请了三天，然后一共就请了四次病假。然后我还有一次的机会，不知道在离职之前那一次能不能用上，但愿不要用上。然后以上就是我如何度过的上一周，一共五天上班，然后休息了三天，就去了两天，然后就周五了，然后我就来到了基督城。然后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，就是大家能看到我把头发剪了，终于抽空把头发剪了，当然是自己剪的，还 OK。 然后现在是11点了，坐了8点的飞机，然后今天晚上当然是那个Enzo送我的嘛，然后送我到机场之后坐着飞机，下了飞机就这个点儿了，不是下了飞机，到了米娅这儿就这个点儿了。然后米娅给我准备了点儿热乎的东西，因为基督城实在是飙回来还是冷。刚才一路走回来，从机场坐车，然后下车之后走过来，吸了一肚子凉气，喝点热乎的，暖暖身子。味噌汤面。然后我们俩吃一口热乎的，然后就要休息了。然后我们重头戏在明天，明天带大家彻底的好好的玩一玩基督城。然后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也要积极乐观正能量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